见。手指的茧，无意间就想去抠一抠它，然后它越长越厚。虽然它不影响生活，也不会痛，但是他真的很碍眼。把它剪掉之后，它又会长回来。只好再剪掉。始终在皮肤上安稳地造成困扰。就和繁杂的生活琐事一样，永远都在那里。不会消失，也不会结束。白衬衫最容易弄脏，尤其是吃饭的时候，或者任何时候。
每个东西都有它的位置。要抽烟吗？一根烟，三分钟的时间。我们可以聊很多事。
睡觉前总要做点什么，才能感觉累，然后睡着。有时候，不管多累，脑袋仍然无法停止。就是睡不着。能做的只有一分一秒的倒数着。